面对面 ，Heart to Heart， 杨美琪、雷霆音乐圈，音乐人对谈。真开心，福禄寿拱照，恭喜！多谢你。福禄寿有阮兆祥，有李思捷，有黄祖林。大家好。咦，变咗阿浸英嚟咗。因为其实嗱，祥仔同祖林咧，我都识同埋都熟噶啦。祥仔我一个礼拜见五日，系起码咁最少系咯。祖林咧就其实我曾经系一个歌手嘛，因为其实你三个都系歌手，咁但系曾经你系一个活跃嘅歌手。即系成日嚟派歌啊，嗰啲系啊，出碟出亲碟派亲歌，我都会有同祖蓝录音到你啊，好努力咁样，但系思哲咧就反而系新朋友啦。系啊，系我嘅荣幸。诶，冇，你以前都喺度做啊？佢系 trainee 啫，嗰阵时喺度系。二十年到咯，廿年前，1999年喺度上咗两个月，两三个月。咁啊，有一次系同阿查小欣个娱乐节目啊。我都差啲唔記得咗，係思哲係有客串過嗰陣時，小允姐客串過一兩次，嗰度有客串過嘅。真正開咪又真係冇啊！我又幫過阿君如同阿振宇嗰個哇哇哇，以前有客串。903嘅喎，哇哇打雷。客串過做一個破壞王咁啊，整蠱聽眾。但係真真正正 DJ 冇，我一個訓練班嘅學生。但係思哲嘅家姐咧，就確實係八八一 DJ 啦。係，我同佢合作好多啦，思維。你思琪就係我媽。係真係有人咁問我，你知唔知啊？唔知點答，即係黃祖賢係咪我家姐係咪？阮兆輝更加係我爸爸添啦。好嘢喎！所以你話福祿壽點可以唔咁樣擺你哋一齊啊？確實係嘅，即係其實今日做呢個訪問之前，我確實有少少壓力，我要將我原本嘅轉數調快一倍。冇事嘅，冇事嘅，你哋冇事嘅，我哋唔係好快嘅啫。不过真系眨下眼啊，冇谂到咁快就十周年。2007年台庆，跟住2008年正式用全家福禄寿呢个名出现，系啦。所以我哋而家当然系计有福禄寿呢个名出现咗先啦。福禄寿名出现咧就系2008年，咁所以2018年就系福禄寿嘅十周年，系啦，就搬上红馆啦，就选择咗喺呢个妇女节，系三八妇女节，三八妇女节。不过呢十年里边，我哋前半段咧，我哋就好密集式，做咗好多嘢。咁其实我哋又停咗几年系冇做过嘢嘅，间中咯喺台庆啊或者系颁奖典礼，我哋就大家复合下咁啊去做一个小嘅表演咁样。其实就算唔系见到你三个合体咧，你三个嘅活动系冇停啊嘛，即系等于我头先同祖蓝讲嘅话，即系祖蓝活跃于乐坛嗰几年咧，其实我成见佢噶嘛，咁但系原来我四年几冇见祖蓝咯，上一次已经退出咗乐坛。上一次系佢2013年一张叫《奇幻逆缘》嘅专辑嘅访问，但我唔觉得我四年冇见过黄祖蓝嘅。系咧，我中间亦都开个告别乐坛演唱会嘅，系咩？讲笑啫，冇。演唱会就有全力支持嘅，支持全力支持我告别乐坛啊！听说老街要拆除，我要到故居走一次，要故里搬进内心去。带上耳筒一起去，再听听当天伴你极爱哼出的每段佳句。沿长街走过，地面的青砖洒满我的泪，寂寞的街灯仍呆立，总不觉累。谈情相拥归家，静静偷听我两诉心事。长街虽清拆，情感收心里。我已记不起几岁，你与我到冰室走去，说要庆祝我大一岁。与我爱恋更有谁？你算最好的伴侣，大家都说早晚是一对。童年的知己，成功跟失意相约说遭遇，流行曲高歌，齐齐在街中结聚，还同身边追追追，像当天的我哪会有忧虑？任时光冲洗，前尘在脑里。
长小公园走过，回头再看多一眼，长路漫漫，幸福多于感叹。童年哼的歌在倾诉心里欢笑与忧患，寂寞的街灯陪着大家风里走，从前的欢喜冤家，沿街高歌兴致已转淡，长街虽清残，回忆驱不散。能有幸回顾总短暂，旋律即使老旧，情感也不淡。三月福禄寿省红馆啦，咁系一个演唱会啊。咁、yeah! 但系我又觉得你哋都当之无愧，因为其实三位都确实系歌手嚟嘅。咁啊，祖蓝固然啦，个人专辑出过好几张啊。长师兄就当然都唔例外啦，早在呢、這、一个啊八至九。喂，讲真咧，其实咧个个都问我长仔啊，你都咁多饭咧，你觉得其实你最有信心系边一饭？我话听，我最有信心系唱歌，系、嘛？啊，我觉得我唱歌系好过我嘅口才，佢嘅 range 啊，其实系好阔嘅音域，即系佢唱嗰啲歌我系唱唔到嘅。但系音域阔都唔代表一定唱歌好嘅。嗯，啊，即系你话俾人哋听，你系音域又阔，唱歌又好。哎呀，对唔住，但呢个嘢一定要人哋讲，自己讲系真系讲唔到出口。所以真系兄弟，真系兄弟。完全即系接晒拍嘅。咁师姐，大家经常会听到你师姐唱歌，譬如话模仿好多唔同嘅歌手出神入化，即系唔睇画面，直情以为阿边个嚟咗。咁事实上，师姐确实你都出过自己专辑，不过就 indie 形式系嘛？2000年嗰只 dot com 啊，系啊，2000年我入咗一个网站，嗰时好兴 dot com 噶嘛，啲人使几千万搞个 dot com。科网股嗰时候，嗰个 dot com 就想揾我每个朝头早讲下啲娱乐新闻，然之后就搞笑。做得好，咁個老闆就話：不如咁啦，我幫你出一隻網上嘅專輯，你係網上第一個歌手。哇！我都唔知講乜，嗰陣時 internet 真係好陌生嘅，大家都唔知乜嘢嚟嘅。我話好啊好啊，使十幾萬幫我出咗一隻叫 dotcom。咁咁啱啱譚國正咧都係呢個 dotcom 裏邊其中一個嘅創辦人，咁就唱曬佢嘅歌，即係點咧？全部都係郭富城嘅 melody 就改歌詞。咁嗰陣時我其實。我係一個改歌詞嘅比較一個好，即係啲二次創作嘅先驅啊！第一次可以話出碟咧，你嗰時嘅心情係點咧？咁中意唱歌嗰一個人，冇所謂噶啦。你有人支持我，因為嗰陣時我真係一個小 PA 小導演嚟嘅啦，估唔到有人揾我去做幕前。但係嗰陣時你係咪扮緊郭富城唱㗎？唔係㗎，即係用翻李思捷把聲嘅，李思捷把聲㗎，但係唱得好搞鬼嗰啲咯，唔認真嘅。We are the champion, fighting for everyone. We are the champion, fighting for 香港人。我亦会行到某月某日，发现某条去路能令我自豪。谷底里没有投诉，困难化成了无间落雨路，令众生倾倒。其时间刺激娇小的我，能变得高大，无需多抚慰，被世间宠坏。逆境中鞭策我，就算多失败，越过这大世界，再走得多快，像翻拖鞋。We are the champion, fighting for everyone. We are the champion, fighting for 香港人。We are the champion, fighting for everyone. We are the champion, fighting for 香港人。演唱会啊，嗰个时候演唱会 ，yes， 唱歌嗰个部分，即系大家可能会 expect。是不是又是扮啲歌手出嚟好好笑咁唱呢？定抑或譬如喺長仔嘅棟篤笑，你會好認真、好深情咁去演繹一啲歌曲噶嘛？嚇，會係點樣嘅咧？你哋個唱嗰個部分，你難得入到嚟冇得走啦，梗係要逼你哋聽下我哋認真唱幾隻啦。
即係當然大部分我哋係會有個起承轉合喺度，我哋一開始通常都係好 high 好 high， 一定都笑曬先，跟住有啲嘉賓好開心嘅驚喜，到你哋想唞一唞氣啦，咁就會唱翻一啲心情啲嘅歌曲，亦都會分享嗰個歌曲背後嘅故事，嗰陣時就會爆少少我哋私底下嘅秘密咁樣。係係係，即係 sentimental 啲咯，因為即係福祿壽其實就同一個人一樣啦，即係佢一定會有佢嘅開心，亦都有比較靜態嘅時間。通過呢三個鐘頭嘅內容裏邊，能夠將大家將啲所有嘅唔開心嘅嘢，或者即係啲觸念全部擺低曬先。希望通過整個演唱會帶俾大家有一啲集體嘅回憶啦，一啲自己一啲開心嘅片段，跟住帶住一個微笑走。咁呢個就係我哋最大嘅目標啦。希望大家每一個嘅朋友睇完嘅演唱會之後，都開心。心走系最最正，开开心心咁样去感受呢件事，但系里边又有啲感性嘅部分嘅，可以知道原来呢三个人咁好笑嘅背后，同我哋一样嘅，有时有啲抑压啦，有一啲嘅感性啊，点样走过十年啊？好似咧，有阵时咧，你会同啲朋友咧睇完戏之后，你会行出戏院之后咧，大家开始讲头先嗰套戏，可能大家系行紧去红隧下边嗰个巴士站，系啦，坐喺巴士嘅时候，你搭翻巴士嘅时间，你就同你朋友哇，头先嗰一 part 咧，我好中意。或者話嗰班 hit 到我，或者嗰、那個模仿嘅人物嗰陣時，我真係好中意佢，即係不斷咁樣將佢一啲好美好嘅東西嘅再次運轉。咁呢個嘢我覺得就係我哋做呢個演唱會嘅即係最大嘅收穫。係、就係、是、所謂嗰個回憶啦，即係咩叫集體回憶咧？就其實福祿壽過去都已經喺我哋集體回憶裏邊都留低好多噶啦。咁但係當然即係再加埋呢兩晚嘅演唱會上邊，即係嗰啲片段又即係再豐富嗰個嘅集體回憶咯。为何像受愚弄？极疑惑，为何踏碎好梦？夜无话，实情问亦无用。偏偏我等他，等一个理想解答，等一个美好与差。原来 Rise， 当我知失会复得。美琪雷霆音乐圈，我是黄祖蓝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思哲，我是阮兆祥。天高，我亦会行到某月某日，发现某条去路曾令我自豪。谷底里没有投诉，困难化成了无间落雨路，令众生倾倒。其时间刺激娇小的我，能变得孤大，无需。为被世间宠坏，逆境中鞭策我，就算多失败，越过这大世界，再走得多快，将翻脱鞋。We are the champion, fighting for everyone. We are the champion, fighting for 香港人。We are the champion, fighting for everyone. We are the champion, fighting for 香港人。
家都會期待你哋扮嘢嗰部分，因為扮嘢其實都係福祿壽好緊要嗰個元素。招牌嚇，因為其實嗱，福祿壽嘅扮嘢，我覺得分兩部分嘅，一部分就是自創啦，即係嗰啲Handler Baby 啊，即係大 X 啊，或者即係 Hungry 嗰啲自創嘅角色啦。咁另一部分咧就係扮一啲大家熟悉嘅人物啦。嚇，咁今次兩晚裏邊會扮幾多個人？即係大件事啊！其實係計算唔到嘅，真係。同埋你每一個妝都要好大工程嘅喎、哦，轉妝、轉頭幾十個啊！嚇你一定有嘅，嚇你幾十個。有一個部分咧，就係我哋三個會車輪咁樣扮嘅喎。Take change， 即係我哋喺台上面換。我哋會玩鬥快換，即係你呢一刻見完李思捷唱完呢三分鐘，轉個頭，原來祥仔已經係喺另一個台度又升上嚟啦。哇！阿祥仔升完上嚟落翻去咧，佢又即刻喺個後台度換衫，跟住嗰邊阿祖林又升上嚟啦，咁淨係嗰一 part 咧，一人三分鐘嗰度已經接近係45分鐘，但係我哋就車輪咁樣已經扮咗係大概十個人左右噶啦，即係同時間競賽，淨係一 part 啫喎，淨係一 part 啫喎，咁我哋仲另外嗰500都未，以假亂真嗰啲咧，我哋請嚟嘅嘉賓就係本身可能就係啲天王或者天后級嘅，咁但係我哋三個又扮埋佢一齊，咁就一齊，係咯，以我哋都做過噶啦，譬如鄭秀文，我哋三個又扮三個唔同年代嘅 Sammy 嘅裝束。試過有秋官嗬，三個秋官，三個秋官加埋真嘅秋官，又草蜢又試過。哦，喂，同埋仲要睇下手上面仲有幾多隻人情牌係未碌過，呢個係最痛苦的一件事情。係啊，即係你諗下，其實講真咧，做我哋演唱會嘅嘉賓，我哋俾得幾多錢人哋啊？係咪先？攝住嚟幫你做嘅喎，係，但係攝住嚟幫你做都要做人哋做得開心，帶住微笑而走，即係佢覺得都 enjoy 啊，係咪？即係所以我哋都要做好我哋本分，點樣令到佢同我哋一齊 cross over 嘅呢一個 item 係到最後都係成為一個亮點，大家會記得嘅。我覺得呢個先至係我哋最大嘅責任。要有交流啦，起碼同你三個都有淵源。點解我要揾佢？係啦，呢個先至係緊要。咁啊，當然而家我哋三個張 credit card 都碌到爆咁滯㗎啦。申請啲新卡。因為唔單止淨係演唱會咁，即係我哋之前有好多特輯啊，或者我哋嘅自己嘅節目，我哋都其實都有碌啲人翻嚟㗎嘛。再碌一啲大家諗都諗唔到嘅，希望係咁。呢個係一個最特別咯，係即係以福祿壽你哋人緣啊嗰個嘅根底，應該張卡都好襟碌嘅。所以嚟緊我哋將會有一套新嘅電影《人緣爭霸戰》，究竟係三個嘅人緣點樣弄到最好為止，揾到個最好的嘉賓咧？呢個就要爭霸啦。知己知得太多，壞習慣幾多十分清楚，同你天天都相低相倒，我不差不理差。亦乘着怒火对撞，但那一位可比你清楚，我一早知道我知错，好友或会互相妒忌，将你跟我比，但如何比，比不上有共情人生的知己。偶然会有纷争，话过对事不对人，只要真心忘记背后继续同行。到了病了我便想起了，谁曾伴我喝过通宵，要喊或笑我亦可跟你心照。圈音乐人对谈，雷霆音乐圈，我是阮兆祥，我是黄祖蓝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思捷。做老友做一世人，总要开心，就算偶然会有纷争，话过对事不对人，只
只要真心忘记背后继续同行。喂，歷年成十年都見到你辦過咁多，譬如頭先我講咗啲啦，又或者譬如記者會上面辦三屆嘅特首啦咁或者譬如即傾樹啊嗰啲，即係秋官啊嗰啲，我哋即係成日都會見到噶啦嘛。今次喺紅館見過嗰啲會唔會再出現咧？其實咧，盡量唔希望嘅，但有啲嘢咧就係大家又想希望睇喎，即係譬如我哋三個喺 Handy Lab Baby 大 X 同埋 Hungry， 真係好多觀眾好想我哋再一次睇，嗰個有感情嘅，確實係啊，我就而家爭取緊啊獅子嘅同意啦。哦，冇所謂，多條好橋，喂2.0咯，提升下佢有啲咩改變咁樣。係啊，多條好橋就觀眾都笑到碌地，冇所謂嘅。呢一個有機會會再做啦，我又睇下徵詢緊啊祖藍意見啦，佢對於梁特首呢個素材。其實最近期真係成為一個係啊熱點嚟，我都話眯埋眼係完全係覺得係到噶，係覺得嗰個係阿浸英嚟噶咯。係，所以我就諗下究竟會唔會再將呢個主題再放大啲咧？係咁啊，又睇下祖藍啦。都係嘅，因為其實記者會係一般嘅觀眾當日係冇得出席噶嘛，佢哋都係睇到少少片段嘅啫嘛。同埋始終有啲觀眾係中意我哋扮曾經佢哋睇過嗰啲，所以某啲嘅我哋唔介意扮多次，即係嗰個心態係我去聽翻經典金曲一樣嘅出發點啫嘛。即係我睇葉麗儀，我喺 expect 上海灘啦。係咯，點可以唱上海灘咧？即係咁嘅意思啦。嚇，咁就福祿壽嘅你哋嘅經典，咪就係你哋嘅經典扮嘢嘅造型咯。所以一定會有啲 repeat 嘅，我覺得。定 surprise， 我都咁講。最近開會嘅時候，我就俾個視頻佢兩個睇咯。跟住我話：喂，李工，如果我哋三個變成呢一個視頻裏邊嘅主角去做呢件事，會點咧？係跳到睇完佢哋兩個鏡，哇！即係嗰個動作嗰個之快啊，個頻率之快啊，個運動量之大啊，真係挑戰到我哋三個，因為我哋之前都冇試過跳到個速度係快到咁。但係嗰條片確實連佢哋睇完咗都話點啊，真係得嘅喎。做，即係做。我哋而家係。主觀意定係希望做到呢件事情，因為一定會好好睇咯，我覺得一定會好好睇。匆匆的這半生，你和他遇著事多有幸，在我想哭的一秒背著人，你偷偷送我紙巾。當天不懂勇敢，處處也擔心是否勝任。你跟他天天说我慢行，我终于顽强得很。秋雨日记逐天细微，半是一场悲，不再自卑，即使再厚面皮仍感激自己。做路又做一世人，总要开心，就算偶然会有纷争，话过对事不对人，只要真心忘记背后继续同行。一讲话做大型嘅表演就真系度桥，有个大脑嘅度桥咁哇，即系福禄寿其实好强，我觉得即系起码你三个本身已经系一个好强嘅大脑。冇计，我谂 comedian 即系做喜剧嘅即系创造者咧，其实一定要有好多嘅桥，即系好似譬如獅子咁啊，當日啊，佢跟住你第一個老闆係周生。周生其實真係除咗贏 presentation， 佢竅係真係好勁。咁喺我哋嘅創作裏面亦都係，究竟到最後會唔會 hit 到大眾呢？大家一定要有嗰個共鳴咧，呢個先係緊要啊！除咗係個表演者，根本做埋 creative 個 part 啦，要啊，三個要嘅，要一知己知彼嘛。我哋都知道大家各自嘅擅長嘅東西係點樣，即係有，所以我有時咧，我哋度嘢唔係度俾自己，我哋會度俾對方。係有一件嘢，我諗你做咧。一定好得噶啦，咁我哋就會咁樣去推薦俾對方做。始終我哋而家有三個腦啊嘛，三個臭皮匠嘅勝過一個黃光亮啊嘛，真係搏你唔到，係咪？咁到時即係真係希望，我哋都係希望件事好咯。咁嗱，呢個就係即係大家 work as a team 咯，唔係淨係度自己，係度成個福祿壽。當日成軍嗰時候都係咁傾噶啦，我哋三個坐埋一齊，我話咁啦，你哋都叫得我聲長先啦，呢啲咩？醜樣的說話我講先啦，我話嗱咁樣啦，福祿壽以後就係一個品牌，我哋冠咗三個人用呢個名咧，我哋一世就係兄弟嚟嘅，一定咧就以事行先。
唔係用自己行先，永遠都係福祿壽嘅呢個品牌行第一步，最前嘅一步。所以我哋要有一個無私個態度去對待呢件事情先可以做嘅。大家得唔得先？得啦嘛，真係得啦嘛，得啦。咁我哋好，咁我哋就做福祿壽啦，先至有福祿壽呢件事情出嚟。因為我覺得一定要有個好好嘅共識先啦。即係 brotherhood 啊，係啊，之後你話先慢慢逐件事拗喎，咁啊真係有排搞。所以嗰時阿祖藍田兄弟嘅時候，我好中意佢填嘅歌詞，因為佢真係將我哋福祿壽嘅精神擺出嚟啊嘛。就是做老友做一世人，对事不对人，对事不对人，我对事不对人，只要真心忘记背后继续同行，哇，系嘛，即系唔好成日记住以前嘅嘢，我哋永远都系向前望。嗰两句你收咗钱嘅，有 rights 嘅，系系咩？但我唱多咗八个包次有嘅，喺节目度播一播，有噶啦，一定系啦。咁兄弟啊，咯，你第一张嘅福祿壽嘅专辑里边嘅 title 嚟噶嘛，咁变咗即系其实福祿壽嗰个背后好重要嗰样嘢，嗰个精神。就是 brotherhood 咯，就是兄弟咯。自己知得太多，坏习惯几多十分清楚。共你天天都相低相倒我，不差不理擦身过，不小心玩过火，暗暗的胜着怒火对坐。但那一位可比你清楚我。一早知道我知错，好友或会互相妒忌，将你跟我比，但如何比，比不上有共情人生的知己。做老友做一世人，总要开心，就算偶然会有纷争，话过对事不真心，忘记背后继续同行。老了病了，我便想起了，谁曾伴我喝过通宵？要喊或笑，我亦可跟你心照。做老友做一世人，总要开心，就算偶然会有纷争。对事不对人，只要真心，忘记背后继续同行。Yeah, 做老友做一世人，总要开心，就算偶然会有纷争。话过对事不对人，只要真心，忘记背后继续同行。忘记背后继续同行。其實我哋三個個特質好唔一樣，即係譬如阿長先一定扮唐建華嗰類，哲爺一定係扮阿曾生嗰類，我一定係扮浸英嗰類，即係本身已經大家彼此之間咧，嗰、那個係無可替代嘅。係、反而我記得阿掌門人講嗰句説話咧，佢話有陣時藝人都睇狀態嘅，即係。咁啱有一期，可能長星扮盧明雪嗰期好好笑，咁就一路俾佢行㗎啦，即係我哋就會一路去 support 佢行。喂，阿哲爺有一段棟篤笑係扮曬咁多個 artist， 好好笑嘅，咪又俾佢行。即係我哋行、行橋嘅，個橋掂咧，邊個最啱做咧就交俾佢行㗎啦。我哋咪行，好實際㗎，我哋係。即係如果你話計打 band 嗰啲主音咧，我哋就冇話。有一個主音是永遠是主音的、我們有陣時都會交換一下主音，喂呢期你啊，喂呢期佢啊，呢期我啊，因為真係個狀態同埋咁啱嗰期嗰個 timing 度到嗰條橋，哦呢期就係佢最好笑啦，咁俾佢去多啲啦，咁樣係啊。盧蜜雪嗰排衰啲講，你想搶佢都搶唔到啦。我係咪先？我都話，如果你肯做阿梁娛樂特首啊，有唱有跳啊，我願意做你側邊個 dancer。Okay. 我再扮翻阿齐恩嘅母亲，齐恩嘅母亲又出翻嚟，我真系犀利喎！齐恩嘅母亲撞下撞下，一定会彼此去 support 嘅。我哋通常啲兄弟帮自己谂嘅系好少过自己嘅，集思广益系啦，集思广益，集体创作啦，福禄寿偶像派咁，其实实力偶像派啦，当然系，唔系点经历嘅？点经历咁多年嘅洗礼，大家仍然咁喜欢你哋啊？其实讲偶像个像字咧，就系笑像。咁嘅像嚟嘅，祖藍，不如你講個中心思想俾大家。你可唔可以代替電視人講啊？即係電視人解説。我哋
我哋噏錯個 meaning 咪大鑊。咪係啦，等你等翻原創人講翻嚟。因為我哋扮嘅時候，通常都係扮人哋啲偶像，嗯，大家心目中好中意嘅歌手朋友們啦，嗯，但係實質上我哋係用肖像嘅身份扮緊呢一個偶像，嗯，咁但係我哋自己喺邊度呢？咁但係無論係偶像定係肖像，其實都唔緊要，到最終都係想觀眾睇咗係中意欣賞，其實欣賞我哋就係同一個目標，咁就 OK 咯。所以我哋唔介意我哋係偶像定係肖像。總之福祿壽都係同大家一齊成長，同埋帶歡笑俾大家啦。係三月八號、九號，係紅館 Good Show 三位，多謝 ，thank you， 多謝，等住睇啊。啊 ，thank you。呢邊路覓書，我要變乜態？黎明還是阿姐小秋要扮亦無壞。個個偶像派會有點 dry， 其實我不靚仔卻漸漸強大。幾多花旦，幾多小心，最怕就是寂寂